上来直接秒选卡牌，非常的快啊、哦！没有雷克赛的情况下、秒选的卡牌，我先看一下这个维鲁斯泰坦吗？哦，小炮大树全部上半位。贾克斯拿的话，泰坦还在外面。贾克斯是可以摇摆的，贾克斯打卡牌很好打。因为现在这个阵容其实需要补充一些前排的力量的，对吧？是的，赵信是一个不错的前排的选择，就互相发育了。正常来说，一般是要选中能开的钩子的英雄的。这把主要泰坦也被办了，诺也被办了，对，没有特别好的应付了。那瑞亚算是一个备胎，两边的阵容确定完毕。但主角那个线很难受啊。开个疾跑吧，疾跑，逼个疾跑吧。然后同一点血量。这个不上，跳不上去。这个线已经很难受了，其实不用去这样弄的。就这波其实不杀朱德章也让他很难受。卡纳贝还要再打一个回马枪，朱德章这里差一下，但是朱妹过来给一个被动，晕倒之后的话，卡牌一张黄牌还在手上，这里开一个反击风暴，这张牌不太好出。第二时间这张红牌能丢出来吗？再来一个鞭子，好像也丢出来，距离不太够。京东的上野拉扯得很好，朱德章的闪现被逼了出来，又是个 W 命中。现在红色方上半区视野的保护很好，现在有机会吗？但这波的话要漏点兵。对，朱妹赶紧逼来了保下上，不然 ZZ 管不了。朱德章这把比赛有点难受啊，连续大招过来，朱德章疾跑走位扭，但是被挑飞了。兵线送进来还是要死啊，这是一个必死的局面，就看这个人头给谁了。这个时候中路就吃吃塔吧。赶紧把中路塔层吃一吃。最后还是由卡纳维啊拿到这个一血，没有任何。我觉得这把小号被上路牵扯了太多的一个精力了，对，反而忘了这把比赛选出这个阵容的初衷。是的，沙龙大招是六，要杀了，流星都被吸进去，还好有六哦，那他极限神六保住了你，治疗给一口晕到了瑞尔，但瑞尔这边是交了一个闪现，卡纳维还藏了一手，拍眼的时候没露头。但是没大的，刘青松这边有点危险，大招给上朱妹定了一下，但是下野的三 v 三，京东也不虚，维鲁斯的沙皇跟朱妹过来，但这波朱妹也没大呀，觉得战斗力上差蛮多的 ，missing 是有六级的微博。好，这边 TP 了，武器还亮齐了，哎，要硬来了。这波要硬动 ，Light 被晕到，交一个闪现，维鲁斯大招命中，要杀 Light 已经倒了，那安妮也跑不掉啊。这里京东 Ruler 拿到一个双杀，黄 P 的侧重点被化解了，有点被化解了，完全没有奏效。下半区原来应该有的节奏也没有，包括控龙的节奏。就这把我觉得是完全陷入到了京东的节奏里面。对，京东上下半区都开花了，这么说是。哇，这个 TP 也让人有点没想到。刚才应该是上路打了一波，哦，这是实时发生的画面啊，又追去打了。上路，就这个画面我都看了好多次了，就真的铁卡特。也许还可以抓边，还能帮着越塔。对对。这个位置小虎可能要被抬哦，抬过来，瑞亚骑过来给个 Q 给点燃，闪现过来想预判这个金鱼之墙的位置，但是还是被推了。小虎这波是省了一个闪现。哎呦，高高直接高速列车过来还要追，盲猜你可能在塔下回城。而且卡纳维我觉得他的三级的那一帮也很重要，就他就在跟你上路打这种二 v 二的碰撞，你就这波挺危险的，有点危险啊，没有反击风暴。小虎先捅一下，闪现推推过来，再接一个大招，那这波没问题了。你先闪就死了。看人头还是给到小虎。岩雀给大招，高高坐高速列车过来，但是没有找到特别好的开灯目标，卡纳贝就捅上去了。有大招就是这么有恃无恐。这个时候现金右边就可以肆无忌惮在你野区玩起来。这个时候要小心了，这个时候因为你视野里边是看不到对面中路两个人了，而且没有太多的视野，拼了个信号，得过来慢慢排查视野。走吧走吧，这波卡牌开大了，要打到底。夹子也踢下来了，朱德章这张黄牌看要开起来，这个会给点给机会啊，先打到一波小号 ，Miss 那边已经开了过去，跟过来想杀 Light， 哦，闪电杀回朱家可以，维鲁斯一次性，朱美拿到维鲁斯的人头，但两边的 AD 做了一个互换，夹子这边的战力还可以，我这赵信又捅了上去，看他被战神一样，眼圈再给一个大招，赵信无敌了，小虎也被处理掉了，刘信松感觉打不过，我京东这个上野府的战斗力太强了，这卡纳被赵信。如无人之境，哎，这边卡牌是偷了一个野雀的人头，
打了个二换三，但是小号这个位置能走掉吗？好像还想继续追哦，再晕到那应该走不掉了，挡 Q 就行了，没闪挡 Q。那二换四等双 Z 过来，还是有 timing 打这个大龙的高地，感觉来不太了啊、哦，来不及，来不及，来不及，龙应该能抓掉。那微博肯定是想留人的，请下来就行了。OK， 八百血城，龙先打下来是最稳的。对，小号不在了，毕竟是、啊。然后卡纳米，看他现在这个风格，就一直往前顶，你动不了他。Missing 这个位置很好、哦，又捅上来了，给一张黄牌。还没到，队友还没到，双 C 米，双 C 没第一时间到。如果他们再去接这张小龙的话，倒没有回城时间了。哎呦，小号是不是有想法？延续那边大招已经封路了，这波卡牌可能跑不掉，突过来没有问题。申江哥再收获一个卡牌的人头，满血，两哥满血。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太看到安妮有什么太大作用。这把确实安妮这个点九五七觉得呢？这波你打上单的，你觉得呢？这波他刚刚看教练意思就是需要下线给压力，对，需要下线给压力。卡纳瑞已经捅了上去，卡牌开大招，想要落下来，先吸引了安妮，维鲁斯一个大招命中，卡牌落在了后排，但是黄牌进到一个卡纳瑞，卡纳瑞交一个闪现，血量的话还是被维小卡斯小拿到了，打到人头了。这边一个反应风暴被闪现躲掉，两边是打一个四 v 四的残局，两边的技能都不多了，两边都换了个核心。但是中路的线还是被京东顶了过去。但是并且岩雀是可以满血提出来的。不过京东那边是更优势一点。想打团，哎，小号直接拱了上去，被逼了个闪现出来。朱德章再捏一张牌，还是被拖了两个。牙膏的突突回来双 Z 直接被秒掉了。申江哥粘住刘青松，刘青松也跑不掉啊。那这一波可能要大获全胜了。之后看京东作何选择，他们想先推中路。再延缓一下小豪嘛，延缓一下小豪这边，哎，行动，分头行动，下路双，我什么都要，高地，怎么办呢？微博大招还甩空了，小豪第一时间被打退，小虎被贾斯贴脸，这个贾斯，这贾斯看你打的有精神的，精神太肉了，精神了，反击风又好了，再接一个反击风暴，卡纳贝捅了上去，再开一个大招，这一波的话，门压塔的攻防，微博也很难受。再控制一下小号，中路的下波兵也到了，两路的兵线给了微博巨大的压力，岩雀大招要封路了，赶紧把安妮吸进来，最后一个门牙塔，哦，这边朱德章想绕后开大招，绕到了很后边，一张黄牌好打不过朱德，不用贾克斯单防他了，直接维鲁斯单防他，最后这波团战虽然无人伤亡，但是基地已经被京东推平了。